好，所以这是 Sony D1， 那我们要做 Miracast Play， 然后我们把设定、设定 Xperia 连线，萤幕同步显示，开启萤幕同步显示，确定，就去找 ，OK， 就会找到一台，然后等待连线。你要不要拍那个 version？ 那个。手机的 version 啊。好，那大概过了十秒钟，它就可以自动连线。那我们看 YouTube， 直接看 YouTube。看里面的影片，那你可以新增一个桌接近在桌面上，然后同步显示关闭，把它关闭，然后它就断线。 OK， 结束。